不看林心如年轻时的古装照片，永远不知她有多美。难怪曾得苏有朋40岁之约被霍建华捧在手心。林心如1976年1月27日出生于台湾台北，中国台湾女演员、影视制作人，如今和霍建华结为伴侣，并产下女儿小海豚。一家三口不仅颜值高，也是难得的甜蜜家庭，颇令人羡慕。总感觉林心如的古装扮相要比现代美得多，尤其是早期的古装扮相，真是顾盼生辉，水灵动人。这是林心如22岁时主演的电视剧《御赐厨娘》，略带婴儿肥的脸庞让她看上去少女感十足，一双大眼睛水汪汪的，很是灵动。《还珠格格》中的紫薇堪称林心如的经典巨作，一颦一笑都让人难以忘怀，至今仍常被人称为紫薇格格。那句还让得大明湖畔的夏雨荷吗，更是耳熟能详。林心如不仅把温柔贤淑体现得淋漓尽致，在《小宝与康熙》中饰演刁蛮任性的建宁公主也是手到擒来，棒棒哒。《新楚留香》中林心如饰演司空心，剧中是一位轻功了得的侠女，和黎姿、袁咏仪、陈法蓉打戏，无论颜值还是气势一点也不输阵。飞刀又见飞刀，林心如是有着高强武功的冷血杀手，温柔的眼神原来也是可以如此凌厉，美人心计。青是皇妃，秀丽江山之长歌行，近年来林心如也曾在多部古装剧中出现，虽然依旧温柔霸气，但毕竟岁月不饶人，还是少了年少时的青春气息和韵味，但也是别有一番风情。这样的林心如，难怪苏有朋当年要和林心如有40岁之约，也难怪即使40岁依然能够获得霍建华的青睐，并最终携手步入婚姻殿堂，如今一家三口甚是幸福甜蜜。